哇，这边呢有一辆汽车着火了，然后边上的警察局呢之前也着火过，然后路上呢还开着一辆坦克啊，这座城市呢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？别着急啊，我们刚进入这个房间呢，先观察一下，了解他们的游戏规则，然后再告诉他们我们再录一个视频呐、啊，尽量大家表现好一点呢、啊。你们好。我想他们应该不是故意的吧？啊，我们还是尽量了解一下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到这座城镇的所有的房子呢，全部被击倒了。哎呦，又相撞了！他们到底干嘛了？啊，是不是没东西玩了？哎，你们能不能冷静点？我们现在是在玩模拟决赛。这个什么情况？野猪的那辆车，搞不会是要跟坦克对撞吧？老兄，你这么有勇气的吗？你跟坦克对撞？哎呀，这个撞的有点激烈。猜一下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们是原本想重建这座城市啊，但是有许多玩家一过来呢，就直接蒙圈了，就开始摧毁这座城市了啊，反过来了。所以说啊，你看现在有些人呢就开始到处乱撞了。哎，我看野猪的又来了一辆消防车，这个消防车又把这个车子呢给撞毁了啊，他们看来是过来捣乱的。不行啊，我觉得在这么混乱的场面情况下呢，我必须扭转这个局面，我要把这座城市呢变得越来越好啊。我们今天的职责呢就是重建这座城市啊，消防车来了啊，非常的不错。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远处有没有吊车，诶，我刚说吊车也来了，太好了啊，我希望呢他们各司其职啊，该把拖车拖走的拖走，诶，这边怎么来了一辆坦克啊，我又是一个捣乱的家伙。好的，我们不要学他，他是一个坏家伙啊，我们就站在这边听我指挥啊。现场施工的这个消防车呢纸巾到位啊，然后该灭火灭火啊，然后呢我们的吊车该我让你吊车，我不知道你撞人的。哎呀，又一个捣乱的家伙，太混乱了啊！不行，我必须以身作则。那我们直接呢开一家店铺啊，我们看一下开什么店铺啊？啊，只有我以身作则，大家觉得我们现在这座城市呢回归正轨以后呢，啊才会向我学习啊！啊，我们直接开一家水果店吧，卖水果啊，让他们过来买水果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把店铺呢开到城市中央吧，这个位置应该不错的。好像也不行，不够中间啊，我们还是要再往市中心走一点啊，这个位置。好的，卖水果了，新鲜的水果有谁要啊？一块钱一斤，快点的，来吧，来个人给我买水果。哎，老兄，你来了啊，我这个水果非常的新鲜了，你要买哪一个呢？啊，这边有这个蓝莓啊，还有橘子，还有苹果。终于有个人配合你了，在买东西啊，应该没有人在捣乱了。是的，我们这座城市呢应该慢慢的回归正轨了。这什么情况？喂，老兄，你冷静，刚刚那个人他又在捣乱的，他拿 RPG 混沌筒呢打你的车子啊，你别理他啊，我们冷静啊，你现在看一下，你不要拿出枪啊，你一定要冷静。对，你现在要这个橙色的这个橙子呢还是这个红色的苹果啊，你自己挑一个啊。我卖你便宜一点，我就卖你1块钱啊，正常我这个要卖2块钱的啊。我要、你也冷静，你也要是不是？你们两个都要是不是啊？你要橙子是吧？好的，那我给你打包装起来啊。红色衣服的这位你也要是吗？你要这个红色苹果呢还是黄色橙子啊？都可以啊，我都给你打包起来。这真的太坏了吧，我在好好的卖东西，你竟然一炮把我的水果摊给打坏了啊！不然我是真的想拯救这座城市的，但是我可能也忍不了了。不过一定要冷静啊！我们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们还是要把这座城市呢啊打造的完美一点啊！这辆坦克你就别来捣乱的好吗？啊，真的是气死我了！那我们现在要怎么跟他们沟通啊？个个都不听话啊！本来是要把这座城市呢重新翻新成一座全新的城市啊，让这座城市呢回归正轨，但是呢老是有人来捣乱。钢铁侠，你不会派出几个正义使者吗？比如说像钢铁侠之类的啊，他就可以保护这座城市啊。哎，你这是个好主意啊！已经有人开始扮演绿铁侠了，你这个是有点山寨版的吧？怎么长绿色啊？啊，那就算你是正义角色吧。那如果一会有人欺负这座城市的话，那你就直接开向他呢，不要客气的将那些啊捣乱的人员呢直接给他摧毁掉啊！我是支持你的啊！现在看到谁敢捣乱啊？这个绿铁侠已经开始在监督这座城市了，有点意思啊！哎呦，他到处乱飞了。哎，老兄，你飞哪里去了？哎呦，这家伙，敢不会也是来捣乱的吧？哎呀，我们看一下他在上空，哎呦，到处乱飞。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在做正事啊？哎，他怎么把一架直升机给撞下来了？我一直以为他在做好事，没想到他也是来搞破坏的，气死我了！我们必须要教育他一下。
啊，现在我就开一架直升机，我看他敢不敢过来撞我 啊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直升机给开起来啊。啊，老兄，我们现在这架直升机呢啊，可是带有火炮系统的，他只要敢靠近我，我就要想办法把他打成筛子。哎呀，我们简直就是养虎为患啊。啊，这个绿铁侠简直就是不是正宗的啊，难怪他是绿色的啊，看来是反派啊。我们这个城市呢又被他给捣乱的不成样了啊，我们现在要找到他，他到底飞哪里去了？这家伙真的是挺能跑的。哎呀，我又看到他了，看到了，他在底下那边飞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想办法，现在看一下，来来来，攻击他！哎，但是这架直升机确实有那么一点难操控啊！哎呀，怎么直接着陆了？哎呀，怎么着陆了？他说让我自己去跟钢铁侠对打，他是不是有点怕了？哎呀，我们看一下这辆钢铁侠现在追着这辆车，哇，他准备把那辆公交车给撞毁吗？我这家伙直接冲过去了！哎，不会吧？哎，冷静冷静冷静啊！人家是正常的公交车。这钢铁侠自己坠毁了啊！看来是恶有恶报啊！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游戏解说就到此结束了。